对是有帮助的，都要有一个预测跟想法。哦，左外野的平飞安打，陈浩伟，手感相当不错，击出了中职联队这场比赛的第五支安打。嗯，两好球之后，可以看到申浩伟进步，就是他不会挥大棒，而是用左手来去追球的位置，然后用棒头去带哦。在击球的空间跟看球的时间呢都特别的好，而且看球时间特别长、哦、所以他准备动作来讲，现在这个情况跟他的整个适应性的动作来讲是非常好的。一局没有掉分，哎，一局安打又被打出安打了，申浩伟是非常好，哦哦，今天32是，所以两好球之后的改变哦，让申浩伟在这次比赛里面。相信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启发，甚至成长啊！两好球之后呢，不是挥大棒，而是利用自己的小手臂哦，然后控制型的棒头，然后去做回馈哦。你看，说着小手臂，这样运气就会站在他身上了哦。对，嗯，相当棒。